那次行动，特警总来了，准备应战。只有那一人是我呀，我儿子的尸体都找不到。无论你们派多少人来，请记住我们的样子，找我们寻仇。近日，陈森博士发表论文称，粒子芯片已经进入实验阶段。我潜心研究粒子芯片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通过它改变我妻子和儿子的命运。别来无恙。高飞和水鬼心术不正，留着他们是后患。霍灵素是我最亲的人，我要改变他们。